建立的。因为我们这个案子的那个总预算是30亿，那当初这个案子因流标五次，就是后来有因为流标，然后经费问题去做减项。但是我目前的话，这个案的话，也有拿到绿建筑的那个气象指标一级，跟智慧建筑。那在其他方面，我们也是做到一些节能的作业的那个设计方式，去减少热的一些那个电能跟热的电使用这样。你像那个钢丝细胶哦，有多久要重建的钢丝？就细胶。对。好，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的细胶有打2层了哈。然后我说多久都要重建房，要不要？传统的部分，大部分都是打1层。那它打1层，那延长的厂商它保证是20年。哦，那我们打2层的用意是说，因为细胶这种那个化学东西，再怎么样它还是会受到太阳的那个紫外线的影响去老化。所以我们打2层的意思是把第1层。包覆在里面做断水以后，包覆在里面，第2层再整个是做外部的防护，哦，所以这个年限的话，就目前我们在整个帷幕界，哦的那个整个吸力控的效能部分的话，目前来讲的话，应该都有超过20年的一个经验值了。这是什么牌子？